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網誌咧，佢就提到咧，為了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咧，咁想就加快中港兩地一啲金融產品的一啲互通啊。嗱，當中特別提到咧跨境理財通呢個產品啦，就準備就緒喎。嗱，聽佢咁樣講咧，似乎應該好快可以拍板並且出台啦。所以今日咧請嚟一位嘉賓，同大家了解多少少嘅細節。